好怪，我刚刚去宠物店呢，买了两个玩具要给我们家的扁扁。那这个兔兔呢，它是棉绳洁牙玩具，就狗狗在咬下去的时候呢，会顺便清洁到它的牙齿。啊，像图片这边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咬下去的时候清洁它的牙齿，它就可以边玩的时候边清洁牙齿啊。鸡腿咬下去会有声音。所以呢，建议就买这两个玩具回去给扁扁玩，看他会不会喜欢。我要赶快拿回去给扁扁玩，快点，快回家，快点啊！玩具，阿妈，我，你们这个兔兔，兔兔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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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嗯，来，跟爸爸爸喝。嗯，咬上来也开心了、哦，喜欢吗？喜欢这个兔兔玩具吗？你看这个兔兔连连牙也会叫哦。它躲起来玩哦，扁扁躲起来玩哦，这么喜欢哦。啊，躲起来玩哦，喜欢爸爸买给你的新玩具吗？这么喜欢你的新玩具哦，喜欢吗？喜欢你的新玩具哦，喜欢你的新玩具哦，扁扁。看你要玩多久，咬二十分钟了再咬，看你要玩多久了。啊！你怎么突然也在咬鸡腿啦？你怎么突然也开始咬鸡腿了？啊！连个新玩具你都喜欢了，扁扁，吃鸡腿喽！哦，有得吃哦。